最后留给各位的言语就是，我觉得从去年的鱼美乡事件到今年必要之案，就是我为这个文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算是抛砖引玉，因为我相信台湾一定会有更厉害的创作者，然后会创作出更多类型的题材，那就留给就是未来的你们去做创作，因为我觉得 BBS 文化已经差不多要到就是到一段落，接下来可能是 Facebook。世界或者是 LINE 的世界，那就以后就不会再有所谓的 BBS 相同正义，绝对会是Facebook 的世界或者是 LINE 的正义 ，LINE 的一些发生的奇怪的事件。那我觉得身为公家人，一定会有机会去拍电影，就像我之前念数学系，公家也是个什么都没有的世界，然后逐渐的从外面的网咖，然后 DVD 店，然后还有。就是租书店，然后开始学习到说，哎，怎么样有机会去拍摄一部电影，那今天才有机会去拍。所以《必要之案》在今年应该是我的最后一个作品了。明年的话可能会再拍摄一部长片。好，那接下来进入一个就是 Q&A 的时间。那 Q&A 时间，我们电影公司有准备一些赠品要来送给各位。那首先要送的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就是必要之案的 T 恤，然后后面有一个案字，然后案的中间会是相同正义这样。那我有一个小小的 slogan 就是键盘响应，然后万人到场。因为我觉得我开始有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一直待在电脑前面去处理所有的事情，或者是关注所有的事，我一定要真的身体力行。那我会把这件 T 恤做出来，就是觉得我是个身体力行的人，我不会只在键盘上面。就是我跟你讲说我要开店，我就冲出来开店。那不管别人说我开的怎么样，那至少我选择去做了。好，所以接下来Q&A时间我们会送三件这样的 T 恤给愿意提问或者是分享你心得的在场的各位红甲的同学，或者是从外面赶来红甲办的观众朋友们。所以有没有人想要问第一个问题的？你要问必要之案或者是预备箱，你这里都可以，你就有机会得到这些 T 恤，有没有？好，来，然后我想问一下说，因为在这部片子里面，我看到是相对 BBS 相对这个，还有BBS 有比较多的 3D 动画的部分，那这部分是在今天看的这部片里面是因为看到了 3D 动画部分都是绝对的部分，那是有想要透过。好，等一下可以去找他们那位小姐的 T 恤。我先回答这个问题哦，是这一次因为整个预算没有像《BBS 相同正义》那么样的高，所以我们就只能选择用比较低的预算来制作所有动画的部分。那《BBS 相同正义》其实教会我自己很多事情，就包含我自己会觉得动画的量过多，然后造成因为我们的。制作团队可能没有像国外那么专业，但是会一直附录很多缺点给别人看。那这一次的话，我们选择就是另外的一个呈现方式，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过《周周冒险记》，然后我觉得提升出现在后面是件很帅气的事。那如果它变成开口的能力的话，那应该也会很酷。所以我们这一次就选择说，当站长他启用他城市就是艾克能力的时候，这个影像才会浮现，然后一下子就结束。因为它必须要跟真人同时间存在于一个世界里面，可是相比于正义的世界观不一样，它是会有真实世界跟网络世界发生的事情，所以就是在相比正义里面，动画就占了40%左右，可是，在必要之案里面，它就只有将近10%不到。那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呈现方式有改之外，那坚持到预算还是我觉得决定这个问题的一个主因。他们要问第二个问题，还有两件 T 恤。好，那位站着的，有挂识别证，有点害怕。其实，在这次之前，我先有看过另外一组你们红甲的电影叫《喜力》。说真的，我觉得你们红甲的那个电影怎么拍超大的，包括一些那个摄影的技巧，包括还有拍那个群舞部分，我真的
比外面一些的电影好太多了，甚至老师我刚刚看你们电影，我觉得在一些他摄影的部分，包括他那个人物的对焦跟技巧方面哦，我觉得比那个《平行小孩》好。因为说真的，我那时候在看《平行小孩》，我一直有感觉，怎么一大堆的镜头全部都失焦？可是，在你们这个电影里面，我说真的，我完全几乎没看到那个是那个摄影失焦，因为我毕竟我本身是在玩摄影的，所以我看这个部分，我说是蛮注重的。啊，只是希望你们可以再多推出类似的电影。啊，跟你讲，真的，你拍得很好。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心得。我要帮品丁兄他们讲一句话，就是因为在台湾拍电影，尤其是警匪动作片，是相当耗时而且耗钱的一个选择。那品丁兄他们一直都是在超时工作，现在又有新闻爆出来，就是超时工作。那你知道，就是跟焦师，如果他体力不支的时候，就会追焦，就会没追到。而且蔡岳勋蔡导他喜欢就是同一场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都从头到尾演一次，所以就变成他整拍摄时间很长的时候，那个跟焦师其实就累了。那我们整个电影制作在剪接的时候，他们都是剪小档，小档的时候有时候是看不出有没有主焦点。那我们这一次不一样，就是我们先锋印象在做这些电影的时候，都是用 4K 原始档在剪接。那 4K 原始档有没有主焦，我们可以在画面中看得很清楚。原则上没有主焦的部分就被我们剪掉不用。Okay, 那这大概是我们制作流程。我也谢谢你分享这些，我会继续努力，谢谢。好，还有一个，好，来，就是。好，这个片名啊，这么讲好了，很多人在网络上面讨论说，为什么导演要取一个片名叫《不要山》，这是一个很中二的名字，就是一定是一个卡带，然后不会必须神经不是一个卡带。那按这个字是因为我常常打电动，然后电动常常日本的电动都会去设计属性，就是水克火、火克木，然后就还会有光暗。复刻的一个情况，那暗字是日本他们很喜欢用的那一个字。整个必要山我会取这样的名字，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正义是属于它不会是众人决定的正义，它一定是属于私底下的正义。比如说黑社会为什么会一直长存在这整个世界，就是因为他们曾经主持了某一些白的主持不了的正义，可是他们是黑的。那我会选暗这个字，不是就是黑暗暗，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个象形字，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门内的声音。那有一些事情是不能讲出去的，它只能就是在门内，就是整个房间里面自己偷偷的讲。有一些故事只能让少数人知道。那少数人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些争议的种子埋在里面，然后传出去，我就另当别论。那整个片名叫《必要山》，可能有些人看完之后还搞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必要山》跟这整部剧情有什么关系。那整个《必要山》其实是跟最后的那个报纸的警报有关。这部片最后放在 YouTube 上面之后，大家可以就是慢慢看，因为那一个警报里头，那个警报其实就是《必要山》这里面的那个记者难以请的报道，然后他有去报道有哪一些网络论坛全部都被围了。入侵，然后最后损坏，所以贝伦他为了去管控所有全网络的论坛，他就是摧毁所有网络上面所有的论坛。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些小字，包含没写的，就是 Mobile 01啊、PTT 啊、移动论坛，都把它写在那个小小的字里面，那是一个小小的梗。那他只为了就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个足够的实权去管控所有网络上面的言论，然后以防就是之后再发生一些憾事。那当你看《必要之案》之后，去看《秘密的相对》，我相信你一定会很有感触，因为里面那个地板的男主，他就是白文琪的妹妹。那你去看，就是为什么站长总是跟白文慧就是在相对里面常常聚在一起，就是因为其实他们早就认识，因为他姐姐死掉的关系，然后他就决定照顾他妹。那他妹为什么会这么有正义感？我觉得也是主要是他姐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两部作品合在一起看会相当有意思，可是千万不要把它当
或是 PTT 的纪录片来看，我很痛苦，就觉得超难看，因为觉得说这个 PTT 的任何史实部分，就是包含战场的东西是个骇客啦，就是我相信有些人在看江敏正之后会觉得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为什么江敏正这么难看，可是我必须跟你讲，江敏正从来就不是一个纪录片，而是一个就是科幻的剧情片，可是它有取材于很多真实的网络事件，大概是这样，有必要之外，标题是来自于这里吧。好，三件衣服送完了，那接下来我们的厂商呢，还有提供一些赠品哦。那可以帮我把前面的稍微关掉一下吗？就是，好，先弄这个。这个是一个网络的平台，叫做分享力。然后，在这个分享里，你可以去网络上面搜寻，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络的平台。这个平台里面，你只要在网络上面发表你对必要之案的一个感言的话，比如说你看完了一些心得的话，你就有机会得到一个随身碟。那所以他们有提供一个随身碟，我在这里。然后它上面有相关的施华洛世奇的水晶，这样。然后我今天送去一组，然后是粉红色，因为比较适合女生嘛。好，蛮好看的。所以有人想要问第四个问题，我们就送这个行动，不是行动，随身碟。有没有？有没有想要提问的？好，来，对，女生。请问你有什么想问？会判得上？我觉得有点难度，因为它要分一二，对，还有一二。可是有来做案的，我可以跟你们讲，就是我原本常见剧本，的一个架构，就是。一开始整个故事会回到白文琪自杀之前他的一个心理状态，然后直到白文琪自杀当天，然后少轩的一个看到之后的一个马上一个冲动，所以在片中其实这个短片里面你可以看到少轩一出现他手就一绑绷带，因为他之前已经杀死两人，他是徒手杀死对方，后来他身体受伤都觉得很累，所以他才去威胁领导去要抢劫，所以整个剧情长片会从他开始徒手杀的后面开始就开始演，那演到最后，像剧中的话，这个短片里面他最后是被射杀，可是，在长片剧本里面他没有射杀，他成功的逃脱，因为他用炸弹威胁所有的警方，让他给他一台车，所以他就逃跑。那等他逃跑之后，所有人就开始追他，可是就被围了，他还是开始中弹，所以他就只能在原地就是透过网路去。协助警方追捕石浩轩，可是石浩轩他本身也是个骇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最后面一二是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在整个城市里面有四处追逐，因为他们会去控制红绿灯，所以就会有很多车祸的产生。然后石浩轩就一直都警方都抓不到他，那最后被围了，他生一生气就把整个城市的电力全部都冲断，就会有那种很亮大镜头，就是整个城市会很亮，然后变变变变。都按掉，然后他就没有网络可以用，最后就落网。所以这是整个长片的一个剧本，可是就是要一二。我觉得以一个台湾的新导演来讲的话，要走到这个风险有点难度，因为我本身没有背景，我只是一个逢甲数学系毕业的毕业生。对，我本身也不是电影圈跟过哪个大导演，所以我相信就是他只是一个。试金石就是，如果大家看到《必要之案》真的很喜欢，然后你认识很多有钱人的话，你再来跟我讲，我们就有机会再把这个片子拍出来。就是它会有点像是痞子英雄的科幻片吧，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好，谢谢。好，然后呢，因为厂商有送一个行动电源哦，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个杂志上他有送东西，所以就帮我问。好，就是正弘国际印新居，然后这些杂志还有送，就是两本杂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书签，对，那大概长这个样子，奇怪的方式会把送东西，对，这样子给接下来要提问的人，然后这个印新居杂志里面它跳两本，大概是介绍乡民的正义的一些幕后的花絮跟那些访谈。对，它里面如果你喜欢卡卡兽的话，里面有一个纸模的卡卡兽，就是可以自己剪，然后捏
你为什么要这么敏感？不要问那么窄的问题。对，我们其实没有去预设，或者是想要特意去影射什么。可是如果你觉得是，就是了。哎，你觉得是就是了。那这么讲好了，就是家庭的正义，或者是必要之下，你可以把你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情，然后把它影射在那个人身上。那我必须讲，就是我也是个资深相关人，所以你讲过那个人，我其实都知道是谁。所以我可能无形之中有把某些人的账号把它融入在某些角色里面。我只能说，就是我这部片就是纯属虚构，如果有我的，就纯属巧合。对对对。好，还有人想要提问的？好。可以大声点吗？对呀。模组可以去哪里买得到？那其实我们自己制作的，所以是目前是下载不到的。对，就只有一图洗得到，或者是洗的时候洗得到，买不到，不好意思。好，最后一个，要不要提问？好，来这边。我想问一下说，因为在就是提供简化 BBS， 然后再加上前面的 BLS 之后，应该之前大学的话都蛮常接触到 BBS 啊，最近也发生了不少事情。那说你对校园爱情故事的想法是？啊，今天好像是一群乡民在网剧是吗？我前几天还有点莫名，因为那个懒人包有点长哦，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发？可是我后来还是把它看了，因为有一个人他们整理一个懒人包，就是那个用 Google 去弄一个时间轴，然后从事发当天，然后一直到最后，有女生的那篇超长文章开始，超长的自白，然后到最后男生出来反扑，就是女方到底讲了什么？那我只觉得，因为我从很久以前就在关注很多网络上面的事情，也很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恶人先告状。那不管，我觉得啊，就是不管这件事网络上的哪这件事情的对与错，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去关注它，因为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无权去干扰他两个人任何生活。然后就是两个人。男生女生在吵架，有时候就觉得我吵不赢对方的时候，我就会在网络上面纠正，然后就靠那群网友的力量，然后让我自己觉得说 我自己才是对的。可是男生跟女生吵架的时候，一定会是双方都有错，那错的点不一样，对的点不一样，那我们就无权去评估。所以我一直会对一些只要是属于我觉得是两个人的私事，我就不会去就对他去多加评论，因为我觉得就是两个男女生在吵架，我们干嘛去评论谁是对谁是错？像李正也是这样，其实就是正女跟相思在那边吵架，然后最后弄得全 BBS 都知道，然后还弄得要跳楼，大家还会连救还会开自爆。可是现实生活就是我们只会对阿斌哥去开自爆，然后就是这是差别，我们会为了男生女生吵架去开。我相信就是现在的这个校园爱情事件，也不会去一群人跑去凯拉克拉去证明说那一个女生是对的，男生是错，因为那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就跟像女生一样愚蠢。那大概是这样，我对那个网络事件的看法。好，还有人要提问吗？我们还有东西可以送哦，就是现在几点钟？我看一下，7:57。7:57哈，好，不想要问。我们有那个，因为我们之前乡民的正义有做很多的那个电影 T 恤，可是电影 T 恤呢本身就是已经绝版了，就是我们没有再去做它了，所以剩下的尺寸有限是 2XL 的。2XL 可以干什么？就是剪下来做裹布啊。对对对，冬天女生穿 2XL 就当裙子穿了。然后那边有那个香槟的 T 恤，就前面有另一个香槟的 T 恤，所以有人还想要提问的，来举个手。好，来，好，你很适合 Grace 哦。
一直有必要参与。好，我相信在场各位朋友还蛮年轻的，我大概是2004年的时候，我把我个人的第一部动画作品摆在网络上面，那个动画作品叫做《木偶人》，所以你可以在我的过往的作品里面常可以看到木偶人。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是我个人的出道代表作，我第一次。就是身为一个动画师，把自己的个人作品放在网络上面，后来2014年就爆红了。那这个对一个逢甲毕业，然后一直找不到工作，然后在创作上面一直被人家否定，可是被网友认同的人而言，就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馈网络。所以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的《木偶人》第二集，我就做了一个超级宅的作品，叫做《木偶人二》。巴哈姆特枯瘦版的逆袭，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那我当初在做这支动画的时候，我是怎么宣传的？我是把它18分钟的一个短动画，我切成起承转合的4集，我把它分别丢在巴哈姆特枯瘦跟 PPT 的旧版，然后我就立下一个规则说，如果巴哈姆特 GY99， 然后PPT 爆，那我就重启。我就开始放成，就是先放起篇，然后再放成整个，就这样子，一天之内马上就 GY99， 然后爆 GY99 爆 GY99 爆。所以我一开始那个木偶人第一集我是放在巴哈姆特枯瘦，然后那时候 GY99 让我爆，所以我木偶人会放在 PPT 的，就是4点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接下来要讲就是 PPT的故事，所以我那时候《木偶人二》的片尾就有一个相应的正义，就是我很喜欢在片尾放我的续作。那所以2016年我就开始去构思说，相应的正义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可是那个时候我一开始在2016年有几个事件比较让我觉得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个女性的男主，然后她被很多男性的网友们推崇，因为他管版的时候会用一些很可爱的言语去管理版面，可是没有人知道他的长相，只觉得说他的用语非常可爱，所以他应该是个正妹。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们男生很贱，就是觉得说对方是个正妹，那他做什么都对。可是他是一个非常管版相当严厉的男主，那可是有一天他的真面目流出，就是。他去参加版剧的时候，有人偷拍他的照片，然后把他放在网上。有人觉得他长得像越南人，像一个佣人。然后后续就开始有人把他的照片不断的四处发散，然后开始嘲笑他的长相。然后最后就是他就这样默默被封下，只因为就是他的长相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可是他是一个很温暖的男人。所以《相比正义》其实核心故事是从白文贵被中的。围住的那一段开始，我是从那一段开始发生的，然后一直到2016年，年末的那一个黑色版事件，我觉得才是，让我想要结局的一个重要主因，就是黑色版曾经有人求救，你知道黑色版，有人现在还会去黑色版吗？应该比较少，对不对？你们都去八卦版，对不对？黑色版以前还蛮温馨的啦，就是进去一定要骂一声干，就是你的文章里面没有脏话，你都还要怎么干？那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黑色版是 PTT 最大的一个热门版，就有一篇文章爆出来，就是有朋友要自杀，有人可以帮帮我们。这个人发文的人在台北，要自杀的人在高雄。那这个要自杀的人，他就是打电话给住在高雄的朋友，就是说他可能想要离开这个人世。唯一透露讯息就是他在饭店的8楼，可是没有不知道是哪一间饭店，然后就打电话。那就想说怎么救他，所以他就把这个文章发在 PDK 的版，然后 PDK 的版全部都知道我改的一个地方，大家互相间就是为了救这个人，就开始能够搜寻全高雄超过8楼的饭店，所有电话号码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开始有一家一家打电话去求证。有没有这个人？后来就在这40几分钟之内，就破格的找到那个要烧炭自杀的。那这个故事让我非常感动，就是因为我们
人常常会去羞辱一些跟我无关的人，比如说有人要自杀，然后摄影记者到现场拍他在那个大楼顶楼要往下跳，你可能会补上一句，又是常常浪费社会资源啊，那个记者也到啦，消防车也到了，救护车也到了，看不懂，不敢往下跳。然后就刻意营造一个跳下来，这样子最后又没死。我们常常就是会在某方式去对待一些我们认识的人，之后那个人真的是你认识的时候，你绝对讲出这样的话。那那一天，第一那个到访在这个世界，我就觉得，真的是所有网友们就是第一次凝聚自己的力量去救自己完全不认识的，也不管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想自杀，自己真的想救他，然后去主动去做一些搜寻跟就是打电话的动作，所以。我就很有感触，就是我一定要讲一个这样的故事。那尽管台湾的电影圈一直都觉得说，我们一定要从香港的题材着手，我就觉得说，我们这一辈的人对于网络教给我们的事情，网络事件教会我们的事情，我就相当的感触，那会比社会事件教导我的事情还要来得多。所以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把香港这个聊出来。尽管很多人觉得香港这一最后的举报是多烂。可是事实也证明，就是像黄宗泽的事件，最后大家就是拿手机那边摇晃，然后那边查那个。我觉得就是至少我已经去做了一件对的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网络的力量如果真的走出来，然后去凝聚的时候，我可以去做哪些事情。因为我相信网友们都是比较温驯的，就是你绝不可能拿手机去丢，你一定是拿鞋子。那。
只要想一个标题丢出去，就会有很多点点击数。那我觉得这边还是雅虎，因为以后有机会去看看雅虎的首页，左上角中间多一个影音的连接，这个东西很厉害啊，就是它放了一个影音的小图，然后下面会配一些小文字，那些小文字都会让你的小心点它。比如说，先生你怎么没有穿内裤？然后一个小心女生就小心点。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个女生的小图，就是啊你怎么没穿衣服就跑出来，然后就说男生肚子好一点。然后这就是人性，这是没有办法去克服的。就像我也克服不了，我还是有装苹果的 app， 然后就是天天点那看起来最下流的标题上来。对，可是你也可以选择去看它，然后默默的去做你觉得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事情。那大概是我对少数的操控网站的看法。那么的确是操纵的对我出现社会性。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下部片可能要稍微回归正轨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